这个真的中的话，我可能这个是最后一支影片了。我的今天的桌布，你把 Kihiro 山的照片桌布，然后财运变好这样。5000块，2000块了，好多、哦，すごい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大家请多多支持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贝玛利亚。快到新年了，所以我今天是来到一个庙。然后呢，因为之前我在公司很远的地方一直看到一个黄色的爷爷，然后也很好奇这是什么地方。然后工作人员们今天带我来这边，然后这里是南山福德宫中土地，有名的地方是它可以用大钱换小钱，求开运可以赚更多的钱。然后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去过那个指南宫吗？有。然后后面玩刮刮乐，哥有没买耶？哇，中奖了，太开心了耶！七个四，1000块，谢谢老板，很厉害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因为想说都来到土地公庙，所以我们想说就请土地公再给我们加持一下，对，特地准备了这本，它是2000万超级红包，它有5个头奖是2000万，五个两千万，所以2000是1亿耶。天哪，怎么办？1亿的球，1亿的话，日币大概是4亿，我可能可以退休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可以养你。天哪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一本的，不是通常买一张一张吗？ BMW 修理车，哎，我刚刚好是一直想买车子，然后也想要那种大一点的车，这个很棒。然后650个100万，哎，等一下，650个100万也太多了吧？这个真的中的话，我可能这个是最后一支影片了。我今天是真的是好好拜拜，然后等一下玩刮刮乐，希望芝芝是我们的最后一支影片。那我们去看看里面的，拜拜一下 ，Go。大家，我现在开始拜拜的，好像是要拜拜前送贡品的，所以我今天拿了准备3个东西放这边。どうぞ。お願いします。那下一个行程是拿香，其实我好像是跟着太上拜过很多次，但那时候是完全是跟着太上，所以我不知道是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今天算是认真自己拜拜初体验，对。其实日本也是新年的时候，像我爸爸的话，新年跨年晚带我们跟家里最近的一个庙，然后拜拜。可是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话，自己不太会去，所以就比较不知道怎么拜拜。其实这种很美耶，像日本的庙完全不一样，就是日本的庙很素，没有那种黄色的漂亮的东西。其实对外国人来讲，台湾的庙真的是很美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え、我刚刚拜拜的时候一直讲日文，是不是当时他们听不懂？他们应该听得懂啊。真的吗？好担心。我们刚换那个钱，就是10块都换1块嘛，大钱换小钱，然后我们再用小钱去升大钱，所以你就可以放在身上，放在你的皮夹，然后都先不要用。一年过后，你看看你这一年过得就是怎么样。
就是哎，里面有东西耶。对，且就是它可以安定，然后辟邪招财的发财金的功能，然后就可以把刚刚的钱放进去。那刚刚的两块钱换进去，然后这个我留着，就是福气进来，福气进来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很像猫咪耶，我。老爷爷，然后也可以摸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跟土地公求一个新年的签。其实，在日本也是来庙拜拜的。小朋友最重点的目的就是要抽签，抽新年的运气这样。然后我也试看看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哦，有，他给你一个签。对。哇，好厉害，一次就成功。これかな。得了，我的2022年的运气。第十四首，哎，十八，哎，二十一，哎，二十一耶！私は二十一です。这免费哦，对，没错。嗯，我先看一下哦。看得懂吗？是不是很好？相机是不是不错？是不错的。聪明猪入位，龙鸟得逃生，出入多财宝，更依远方信，听起来很不错。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之前。好。二十，求的钱，暗示留在原地。就是如果留在原地的话，会像受贿一样，然后你的才华会被限制，所以你要去更多的地方，就有点像是一个鸟一样要飞起来。或者是有没有网友会解签的？这看起来是不错，你看一下，婚姻可成，模式成就。天哪，我2022年竟然抽到好运的签，我拜拜好，然后也抽到好的签，所以我今天好像是运气旺旺的，所以我等一下来网看看刮刮乐，看看土地公爷爷有没有给我们加持。对，行きます。这样，那我们来网看看刮刮乐，然后呢，我刚刚看一下，超多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多的。刮刮乐，我决定跟工作人员们一起玩，但是你们一定要约好。如果是中了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是公司的、啊，是公司的，因为影片在拍，是公司的。哎，你可不用跳楼。所以我们是今天是救麦卡贝的概念，求救麦卡贝。如果真的中的话，我也可以埋下来这个频道，对不对？不要乱讲嘛！没没没！如果我真的中，也是公司的，约好耶！五六七八，超多要刮的超多哎！我开始喽。好。您的号码是一，如果中的话一。100,000,100,000,2,000,000，来08,08,08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有中200块。哇！哎，两个200块哎。400。哇塞！是不是这个1块钱，或者是我的今天的周布？好像是因为最近台湾很流行泥瓦基罗山。的照片周布，然后财运变好这样。可是呢，其实对我来讲，就是很久之前我小时候流行的一个，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流行。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妮，1,2,3,4,5,6,6个人，希望我们运气很好，帮到我们。哇，那你有中1000了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其实我刚刚是只有第一个游戏就有400块哦。哎，又有了200块了。我第一站就有600块啊！我中签了，我2张了，我第2张了，我第1张1000。很像过年的感觉，比我还嗨。这不是我的钱，怎么办？这是公司的，我们最会公司赚钱。天哪，再上送多少？1800。哇！天哪，我的第一站竟然1800！天哪！09、07、09、07，哎，200块，400块。5000块！天哪，我也开一下。米娃桑，お願いします。2000块啦，すごい！好好玩呢，刮刮乐。我对日本中奖印象都是那个冰棒里面会。啊，对。游戏机很强，天哪，好恶心哦！他全部每一栏都中了，超扯的，好厉害哦！最后一张，2000万，2000万，嘻嘻。2000万，行きます。12个200块，200块，1000，这都有中啊？只有一张没有，一千才一张很好，很开心，好开心哦！刮到变飞机是，好过年的感觉。我们刚刚跟工作人员们一起刮完一本，结果总共18200。中了18200！天哪，我从来没有中过这么大的价格，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是大家一起玩刮刮乐，非常的过年的感觉，非常快乐。然后好像是买刮刮乐就可以做公益，这一点也是我觉得非常棒。好，那最后跟大家讲，刮刮乐让过年更快乐，虎年新大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下期见，新年快乐！